神的百姓，让我们高举耶稣，荣耀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因为你的走过的你都明白，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中也中留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供我。主耶稣，今
是的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主啊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必天天的加给我们。是的，主。特别在这新的开始的一天，你就加添给我们了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在早晨的时候要来祷告，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要来祷告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来赞美你。所以主啊，你恩膏我们，带领我们在今天的当中，借着祷告，许多的不可能的事情都变为可能。主啊，借着祷告，我们能够看见神你工作在我们的当中，借着祷告你加添给我们力量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，常常的来敬拜你，常常的来仰望你。谢谢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早祷告中间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，我天天为你而活。Amen. 主啊，今天早晨我醒来祷告你，我也说主，今天我为你而活。Amen. 所以这个时候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就一起就做这个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为你而活，不为其他人，只想讨主的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是讨主的喜欢。Amen. 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，一个宣告：今天我为主活，今天我讨主的喜欢。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主，赞美。我们今天就祷告。谢谢主，主啊，在你前为你而活。主啊，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我天天为你而活，今天为你而活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今天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讨人喜欢，不是讨人喜欢，我要讨人悦纳。主啊，不是讨人不悦纳。谢谢主，我敬拜你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。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仰望你。谢谢主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谢谢主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今天为你而活，今天为你而站立，今天为你而前进。谢谢你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在我们的软弱中间看见神的刚强，在我们的挫折中间看见上帝的帮助，我们就向神祷告，他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就宣告，主的恩典既然够用，我们今天一定有主的恩典是够用给我们的。从早晨到晚上，遇到的任何一个境况，环境如何的改变，人事物如何的变化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句话太重要，是因为主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他加在我们身上的难处绝对是我们可以承担的，他断非，他绝对不会 把那些我们不能承担的困难加给我们，加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一定可以承担的。阿们，阿们，感谢神。我们就一起来宣告，宣告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在家庭中间他的恩典够用，在工作中间他的恩典够用，在健康上面他的恩典够用，在侍奉上面他的恩典够用，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他的恩典都是够用的。同声我们宣告，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谢谢主，恩典够我们用的，在各样的需要上面，哇，恩典是够用的，恩典够用的，主在我们中间，恩典够用的，上帝在我们中间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多而又多，恩典是够用的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爱你，谢谢主，我爱你，恩典够用，主啊，谢谢主，我爱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主啊，我敬拜你，主，我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在你面前向你祷告，主啊，在你面前向你祷告，你的恩典够用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够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感谢耶稣，谢谢主，我们敬拜你，主，我们敬拜你，主，我们敬拜你，主啊，恩典够用，主啊，恩典多而又多，主啊，恩典丰丰富富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每一次我们祷告，每一天我们祷告都这么宣告，
因为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。我们要抓住这句话，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已经断开了黑暗权势的捆锁，已经带领我们进到了光明的里面，已经带领我们可以经历到身体健壮、灵魂兴盛、生命中间许多事情上面被上帝祝福的荣耀的光景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来祷告，在我们身上的疾病奉耶稣的名我们要恢复过来。疾病不能伤害我们，疾病不能够继续的这样子缠累我们，疾病不能够再继续这样的打击我们。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在身体中间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发烧的中间里面，你身体中间非常非常容易经历到非常容易就发烧的，奉主的名宣告，你要常常在你们神的面前被医治被恢复。如果你有身体中间骨骼上的问题，求上帝恢复你骨骼的健康，恢复你骨骼的平衡，恢复你骨骼的平衡。如果在你身体中间是家族性遗传的贫血也好，或者是从家族遗传性的，医生都说就是这样了，这是你家庭中间所带来的疾病，奉主名宣告你要得着恩典。高血压的要恢复正常，阿们。肝指数太高的要恢复正常。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上帝恩待我们，同声一宣告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从那天下去了，高血压的要正常恢复，耶稣遗传性疾病的要恢复，贫血要恢复。耶稣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常常容易发烧的，主啊，求你能感染的，上帝要发炎的，求上帝医治和恢复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向你祷告，求主恩待，求主恩待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在那边向你仰望。主啊，你医治了还要再医治，恢复了还要再恢复，恢复还要再恢复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主。谢谢主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一起为教会祷告。教会复兴了，国家社会就复兴了；教会合一了，教会就茁壮了。教会需要在神的面前是合而为一的，如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一样，要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。我们祷告上帝，让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是合一的。如果有嫌隙的，可以互相的包容，互相的宽容，彼此的饶恕，互相的代求。我们向主祷告，教会的合一比我们自己的情绪更重要，教会的合一比我们深渊还要更重要，教会的合一比我们的感觉还要更重要，教会的合一比我们的成就还要更重要，教会的合一比我们的侍奉多有恩高还要更重要。我们祷告上帝，祷告上帝，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的身体要合而为一，神的百姓要合而为一，好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。合而为一，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彼此相爱。领袖跟领袖之间，领袖跟信徒中间，信徒跟信徒之间，要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同心合意，兴旺主的福音。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主，你要我们说，赞美主，谢谢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在你的下面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在你的下面祷告，向你呼求，主啊，求你自己帮助，圣灵啊，欢迎，圣灵啊，欢迎。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仰望你，主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恩到了还要再恩待，恩待了还要再恩待，圣灵啊欢迎你来，主啊欢迎你来，圣灵啊欢迎你来，哦荣耀的耶稣啊欢迎你来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让教会合二为一。让教会合二为一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为着我们的家庭再次祝福祷告，如果你是父母亲的，你的祷告大有权柄，你的孩子需要你祷告的遮盖。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的，你的祷告太重要了，你的祷告带来了上帝极大的恩典的来到。向主祷告，你的孩子都要信主，你的下一代，你的后裔都要成为敬虔的后代。向主祷告，在上帝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即使现在你看见他好像远离信仰，好像对主没有任何的热情和兴趣，可能还很抗拒，可能让你觉得很难堪，在神的面前不要灰心的，不要气馁的，继续的仰望神。你的家庭，当我们是做父母亲的，当我们是一家之主的，当我们站起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个祭坛一建立起来的时候，魔鬼撒旦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我们祷告上帝，你的全家
特别是小孩，你的儿女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成为蒙福的百姓。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来到，谢谢祷告师的，谢谢你的儿女们都成为蒙福的百姓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你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。谢谢主，我们的儿女在你面前要经历神的恩典，儿女要经历上帝的祝福，儿女要经历上帝的荣耀。谢谢主啊，我们爸爸妈妈祷告的时候，主啊就要更新了；父母亲祷告的时候就要改变了；主啊做父亲的开始奋进的时候，一切就要反转。哈利路亚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耶稣的神，耶稣的神，耶稣的神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在你面前相信神的儿女奉人民的祷告大有权柄。主今天的祷告是有权柄的祷告和宣告。主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啊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我们这么一说就带出生命的话语来了。我们宣告我们的家是蒙福的，我们宣告我们的教会是得胜的，我们宣告我们的未来是大有盼望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。跟旁边讲说，你的祷告让我很受激励，来祝福他，你的祷告让我很受激励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祷告生活，因为祷告生活是你自己的，它是你自己的。你可能很多时候参加祷告会，参加小组的祷告、团契的祷告，或者是整个团队的祷告，但是当你回到家里面或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总要面对自己的祷告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祷告生活，这个光景是什么，这个祷告生活到底是强壮的，是贫乏的，是软弱的，还是非常丰盛的。好，我们从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四章一到十一节，以色列百姓跟非利士人打仗的这整个故事中间来看，我们要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。从这段经文中间，我们要来看见主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。撒母耳记上四章一到十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色列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，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变震动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，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，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，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。不曾有这样的事表示说，打仗从来没有把约柜带到这么前线的啦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有祸了，非利士人非常恐惧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哦，他们也知道啊，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。非利士他们反而自己鼓励自己，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，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以色列步兵扑倒了30000，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也都被杀了。十一节是非常悲惨的一段经文，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在战场中被杀，连神的约柜、神同在的记号的约柜也被带走了，这真是岂有此理啊，怎么这么惨烈啊。不过圣经上说他就是这么惨烈，整个战况的结局就是非常的不理想。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你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你要面对自己到底有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，你需要面对这件事情。当你诚实面对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你的祷告是一个例行公事，是一个很律法主义的祷告，好像按钮似的，三餐饭来到面前祷告，开始吃饭，睡觉前在床前跪下祷告，这些祷告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要问一件事情，到底我在祷告的时候，
我在祷告的里面，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还是我只是念念有词，我头脑里面知识中间留在圣经中间的神，还是只是教会教我祷告，所以我就祷告？我到底跟神是有关系的，还是没有关系的？面对祷告生活，特别是你自己个人的，你需要知道我跟主的关系到底到哪里？亲近、疏离，是疏远的还是非常的靠近的？是完全不知道的还是非常熟悉的？是与主同在一起的还是与我毫无相干的？你要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在哪里。你在罪恶中间活着，你跟神的关系当然不是很理想，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？诚实面对自己祷告的生活，要面对的是，要问的问题是，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？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，你会看见，从这段故事看见，我们要面对到底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。以色列百姓被这两个孩子带着，这两个这个祭司的孩子带着，好，长老们也跟他们去祷告，连约柜都带来了。好，到底付上多少的祷告代价？他们以为约柜到了就会赢哦，这是他们的概念，他们不需要祷告就打吧，反正神的约柜在这个地方，他不需要说上帝我跟你的关系如何，也不用他们又问这个问题啊，反正打了再说，因为约柜在，因为是神同在的记号，约柜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得胜，是这样吗？圣经中间告诉我们，这段故事中不是这样的，它的结局是相反的。要面对一件事情，到底我们的祷告，我付了多少的代价？我的祷告是很轻轻呼呼的祷告，还是我是一个重量级的祷告？我是一个很简易的祷告，交代交差了事的祷告，还是我是很认真，如同耶稣教导的恳切迫切情辞迫切的祷告？我到底是花了时间祷告吗？还是我只是简单祷告几句？第三，我们面对是不是把祷告建立在利益的交换上面，你要面对这件事情。以色列百姓把约柜带到战场中间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赢嘛，他要赢，交换嘛。上帝啊，约柜来咯，你的约柜都搬来了，怎么能不赢呢？神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输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也被带走，神把自己限缩了吗？其实没有，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我仍然是万军之耶和华神，今天我只给你一个教训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面对真正在祷告中间，我的祷告是为了跟神建立关系，我为的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在神的里面，不是建立在利益的交换。很多时候我们奋力的祷告说，上帝我这么努力要给我，上帝我花时间祷告要给我，上帝我进食要给我东西，上帝啊，我大声祷告要给我东西，主啊，我流泪祷告要给我东西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好的祷告，但是里面的动机非常需要在神的面前检视，诚实面对自己。第四，你要面对英雄崇拜或者圣物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依赖的关系，以为有祷告就怎么样，以为有祷告这个动作，哦，我跪下了，好，因为我到教堂祷告了，好，因为我怎样了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动作，我就会得到什么了。留意，留意，要面对的是我这个祷告是不是从心灵和诚实带出来的。最后，你要面对以经验取代经历的骄傲麻木的心态。过去我祷告是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也就这样，过去那样，现在这样，一定会这样，一定 work， 一定可以的。不，弟兄姐妹同工们，神的百姓，过去的经验不能代表现在的经历，你要活在经历中间，不是活在经验的里面。你不是用经验来过每一天的生活，你是用经历来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祷告上帝，让我们跟主是有真实关系的，跟神是有真实关系的，跟圣灵是有真实关系的。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主啊，让我们与你有真实的关系。主啊，让我们与你有真实的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感谢你。主，让我们在面前不是若即若离，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我们是与你在一起的，我们是一起服侍你的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与你来对齐，并且连线于你，跟着有真实的关系，并且主啊，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，真实的活在每一天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祷告上帝，付上高的代价来祷告。祷告神，让你愿意付代价的来服侍他，借着祷告来服侍他。同声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赞美耶稣。主，让我们在面前，让我可以付代价。主，让我可以付祷告的代价。
主让我可以付祷告的代价。谢谢主，谢谢主爱我，谢谢主鼓励我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主啊。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不都能进神的国，因此主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问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祷告，我们是否献上了我们的全心给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是真实的，是靠近的。主啊，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的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内心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。最后一起来祷告，不活在经验中间，活在经历的里面。今天你要在祷告中间经历神，谦卑不骄傲，不是麻木的，是活出来的。同声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不在经验中间过生活，在经历中间过生活。主啊，不在经验中间过信仰生活，在经历中间过得胜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真实的经历你，谢谢在我们生命中奇妙伟大的计划。阿们，主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，主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愿意诚实面对我们的祷告的生活，让我们以祷告成为每一天生活最重要无法取代的属灵的操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知道你为我唱，在照着我也要